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来我的乡亲时代，大家好。咱今仔日咱的贵宾，就是咱空军士官蔡学良的妈妈蔡妈妈。哦，这蔡妈妈，咱唔是讲演年龄，真是有影蔡妈妈啦。啊，蔡妈妈是比我少年搁顶辈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咱蔡妈妈呢，今仔日搁为高雄吼，起来到家。啊，即卖已经暗时吼，得要十二点嘛。伊今仔日是就是赶下晡四点。红中秋的这个开庭吼，啊了后今仔日宣判，啊所以讲啊蔡妈妈呢，就是为着讲因拢是这个受害者的家属，军中受害者的家属吼，啊伊为高雄起来来给伊赞助一寡力量吼，啊加大家互相取暖一下安尼啦吼。好，啊咱即马蔡妈妈甲咱海内外乡亲时代先请安问好一下。咱海内外的吼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迄个蔡姓妈妈，吼，我是住在高雄，哦，我叫尤水敏，啊，今仔日是三月初七啦，吼，啊，其实我会知啊，透早我有十点四十五分的法庭开煞，我马上赶紧的就坐高铁的，马上来到这个吼桃园的地方法院遐。我是占吼较早班的，我看我会当讲来坐坐上吼上头前的庭，然后来听好啊听看因安怎宣判洪仲秋的案件。哦，啊，当我去到位的时阵，就有一挂人拢来到位啊。哦，啊，迄个时阵，我的受害家属，迄个陈摩珍妈妈嘛到位啊，就看伊在咧哭啊。哦，啊，我就甲安慰慰，我就甲讲，咱是爱入来听。所以阮入的时阵，因就把阮的衫裤拢放在外口，嘛限制阮手机也袂当插入去，伊大门口哦，就叫阮爱放在遐，我就甲放咧。哦，我才进入到法庭内底，人进入法庭，人才咧收物件。结果我发觉入到内底，别人拢有插手机啊，把我的手机也袂当插入去遐，对我特别的对待就对啊吼。啊，尾后我就有迄种陪同症，我就迄落，我就旁听症。结果，因特别甲我安排住伊上后壁的第三厅，伊嘛把我上台即块。伊就是讲三个开放，惊讲伊迄落审判庭，啊，佮另外佮开两个房间。佮两开两个房间。电视墙，互恁看。互阮看电视墙尔，吼、啊，就是控制阮，无爱互阮受过迄落，大家集合时受过迄落激动。大家拢伫个规间啦，拢甲恁分。拢甲阮分落开，分落散安尼。啊，因为你是标的型的人物吼，所以讲，甲你迄落啦。啊，咱即摆咱来讲一寡咱迄落行内庭内，因为咱较知影，较爱知影，就是爱庭内的代志嘛。入去的时阵，我就开始听到法官吼宣判这个迄落吼洪仲秋案件，结果宣判了的时阵，我马上随反应，当场就反应出来啊，哦，18万。买一条囡仔性命，一个陈妈妈坐我边啊，当场吼，我伊也摔落到涂骹。伊讲伊安尼即站袂住，伊讲伊敢有听唔到去？一个囡仔性命哦，即摆是甚物情形啊？是咱的国家的政府对无？当作伊是大人吗？一直甲咱当作是囡仔尔吗？伊咧骗囡仔吗？伊是甲咱当作奴隶啦，第四坎、第五坎的奴隶。是奴隶。伊是按甲阮当作奴隶就对啊嘛，然后你，我煞马上体会到，都司法已经死啊，司法死咯。然后，我煞发觉讲，咱的法官竟然是行军官，啊，咱这国家敢够有救？这敢难道敢毋是已经事先安排好的吗？啊，无一条性命，现个甲死去，敢拍甲遐伤痕，拍甲死去，竟然是。破甲遮轻，啊！这是咧鼓励安怎？鼓励军中内底，吼，只要挡人财路的话，继续杀死。明天继续给他玩，这一些孩子继续玩死那一些孩子，是毋是咧鼓励因？啊，那安尼，吼，国防部应该也要废除啊！我当当时我听这句话时，我随冲出去穿我的衫，因一直甲我动，动要我穿我的衫，我甲因讲这句话。我怕死去啊！你当作讲我就爱穿这件衫吗？我为什么今日要穿这件衫？是恁逼害我？今日司法也是这么公平公正，我敢需要穿这件衫吗？我当场嘛讲，国防部一定要废除啊！
国家来，咱国家袂当国防，咱着国防，只是不是咱个囡仔是细尔。咱国防一年预算吼，咱尔开遐侪钱，结果是咧受尽办法要不是咱遮囡仔是细，吼、快毋免呾贪财污咧。我今仔真体会着，体得着觉悟着，讲咱个政府会无能啦，无能到即款程度。迄个时阵，所有在现场的人，无一个无气怒的，都非常的气怒。讲为什么今仔日报告是安尼啊？大家讲，大家住遐深远的人，落着雨拢无闪雨，拢住外口的压雨，压雨淡嘛，感冒许压，含天公伯流目屎。遐人总讲一句话：爱到上诉，告到死，绝对大家讲要行像街头，袂当放政府煞。这是咱政府吗？你即阵个政府，你即摆是安怎？这是咱敢咱纳税金饲个奴才吗？阮遮下头家是恁遮政府来个无视咱遮个囡仔，阮个纳税金是要纳去创啥货？我想拢无。啊，为什么咱台湾人阁袂觉醒啊？这要安怎如何？啊，现场敢有记者甲你访问？有，现场记者有甲我访问。伊讲蔡妈妈，啊，恁囝代志人一直甲你放，拢无甲你参呢。啊！你即马阁行出来大只，你讲声援因的时阵，你敢袂？难道你袂惊讲因来阁对付你吗？我甲因一句讲，我唔惊，我已经五当我来啊！我的代志，你伫甲我藏的藏，拢莫甲我插。我每一件案件，因拢甲我牵结，我阁无认同，伊嘛甲我牵结掉。明明阮囝伤口都唔是吼，唔是自杀案件的伤口，因的神经甲我牵结掉，吼、哦，不但安尼啊，对无？因阿个 PTT 呀，继续来抹黑我，我嘛无想要阁含面讲啥。我甲因讲一句讲，媒体讲，我今仔徛出来，就是因为我的囝死呀。我已经发觉，我死一个囝嘛无算啥呢。我才发觉讲，阮今仔日勇敢徛出来，是真真正正爱来保护着后壁遐下囡仔，是实在是真正重点啊。就是讲，咱的台湾生囡仔源源不绝。就是爱去做兵，哈，免不了的，就是爱去做兵。就是源源不断拢爱去做兵。啊，就是源源不绝，搁互因随个啊，一个啊，一个啊，甲你凌迟生死去。生死去，咱唔甘，唔甘讲遐无发生的人，的囡仔是去，搁白去互因生死去，搁来承受像阮这款的痛苦，阮这种痛苦，哦，无几个人感受会到。今仔若是讲为着战争，为着保护国家，咱的家园性命。讲来死去吼，咱鼻啊懵着。我若讲着一句，讲着一句就对话啦吼。我无讲，我嘛无未吐未开开开未出来。咱的钓鱼台哦，咱再讲来钓鱼台就好啊。如果咱这兵啊全部来是讲来保护着咱这钓鱼台来去安尼来去战死去，我呢感觉吼足欣慰，因为伊来保护着咱这个国土。我感觉我做荣耀的，不过我囝毋是，是去伊军的内底。让恁军的用枪甲打死，无偌讲，伊是家己自杀的，佮骗阮这毋捌摸过枪的。我今日若无是好，我去看看深深去体会，去读册，读遐枪伤的册，佮去到美国，请遐迄落吼，人遐军火商，人遐制作遐工厂来教我吼做出一套吼设计的实验出来，来个弹道的距离测试，讲有偌大威力，我还佮。唔知讲，我吼咱个政府搞毛骗到即款个程度，明明迄个囡仔伤口是100公分以上个距离，才会带出迄种伤口，硬死拗，拗讲啥物？迄囡仔穿拄只拄入去内底，瞬间出去，搁带去扛阿囝。啊，到底迄个人啥物人啦？叫伊徛出来，伊若真正是发一有之罪讲即个话，我请伊做出即个模拟，即、這个模拟出来，吼、今仔日。这不是一个人下会当尊重耍呢？伊应该你政府有能，你就是爱提出来讲个清楚。你国防部你也是爱实弹射击出来，但是对的，叫我都向社会大众交代个清楚的。我今仔日我今日是啥？真是公平、公正、公义。为着啥物？事后所为百姓个囡仔是实来到这个国军的时阵，因所收到的。就是爱公平公正的道理，你袂当今仔日认为阮百姓好欺负，认为阮头家太无能诶，你一直要甲阮吞大口死，阮做袂到。只要我一口气伫诶，
我一定会坚持到底，我一定和恁国防部对抗到底，争取的是一个公平公义。啊，着顶阵啊，遐个时阵啊，旧年啊六七月啊，当热个时阵嘛，啊，这个国防部长严明，伊毋是有召见你？无，无错。哈、啊，答应你讲要做迄个用动物的尸体，可比讲猪头啊，是羊头啊，是啥物哈？要去做用动物的尸体去做那个实弹射击的那个模拟演练。嗯，讲起来真好听。嘿，伊含咱另外迄、那个吼，讲管道底的迄、那个，嘛讲讲啊，足好听啦。嘿，人，即、這个严明部长就讲甲，只要若是咱的高等法院要求因做，因、嗯、就会做啊。嗯，结果当咱的高等法院要求因做的时阵，伊就故意吼，甲抹黑，讲什么高等法院要求因要做人体实弹射击。嗯，啊，其实。事主是我哦，嗯，啊，伊即摆讲高等法院，咪变成讲是阮家属要求高等法院，高等法院在要求因呢，嗯，吼、哦，这个不对啊呢，嗯，吼、哦，自头到尾，阮就一直向高等法院要求用动物尸体来做模拟测试弹道，吼、哦，来测比照，这个蔡学良也伤势，就是要看你这枪的威力有，吼、哦。诶，威力有偌大？你国防部长，你甲我亲嘴答应，讲要做，结果无做，你混淆视听。搁伫迄落立法院，请立法院立法委员，伊该质询的时阵，对，伊咱的国会，咱的即个迄落国会大典里面，竟然质询的时阵，也当讲出即款吼，无常识的啦，迄害死人，毋免迄落啦，毋免用刀的啦。对。伊讲吼，迄是家属吼。做无理的要求啦，还要用人体来实验、嗯，啊！结果人煞去骂你讲，啊！你死一个囝都倒在了，都要害死别人的囝。哎、欸，我开店，我食人的头路，吼！啊，人头家开店，请我去遐人顾店，啊！我开一间，我个店就开开伊遐，我敢会当当讲恁唔好入来搞我骂？嗯。啊！甲红安搞我骂，红人安搞我骂，啊！互头家讲哦，安尼无有你归去吼，我莫请你好啊，啊无人拢来遮咧骂你，安尼敢会是烦我啦？嘿，哦，安尼甲安尼逼死我，安尼伊敢有天良？吼、哦，啊！我今日才发卡卡讲，即摆咱的官做愈大吼，愈会骗人，拢敢骗讲，拢敢骗讲要创啥，要创啥，要去做啥，要做啥，拢无影。嗯，官愈做愈大，愈会白贼。嗯，哦，那洪爸咧讲金无戏言，我感觉唔是啦。即摆应该是讲真有谎言呐、啊，嗯，无啦，讲的是讲无白贼，无讲无白贼吼，迄是骗人的啦。嘿啦，无我做愈大白贼，爱做爱讲愈济啦。嘿啊，拼无白贼讲袂出来啦。嘿，嘿啊，即摆就是讲伊，你家告嘛，已经两遍出庭嘛，吼、啊，啊伊两遍伊拢唔敢出庭哦。嗯，无啊，他自按照讲是。嗯有要紧，有也好啊，无也好啦。嗯，即摆咧是看迄个法官吼，因要公办无啦。嗯，哦，啊，毋过官官相护咧，中华民国、嗯，中华民国的迄落有史以来拢是官官相护，有倒一个检察官也是法官，足有架势，足有 LP， 敢讲吼，甲这个强权吼，也是讲甲因共款内底的人来甲伊判。所以讲，迄个法官嘛，甲我讲，蔡妈妈，你的情形我嘛正同情你。我甲迄个法官同调，随讲一句话。嗯。我的情形，请你免甲我同情，嘛免可怜我。嗯。请你。秉公处理就好，嗯、为这个社会公平、公义、公正来处理这件代志就好啊。站在你是一个菜不食的角度来做这件代志就好啊。嗯，好、哦，安尼好。这个社会，这个司法也是公平、公正。对。今仔日咱这个社会无遮尔济问题。无，咱即马你说公平、公正，讲这是第二坎，第一坎就是讲第一阶段任务就是讲你爱真相啦。你甲真无真相啊！你无真相啊！伊都念咪甲你抹一个恁囝自杀咯，啊念咪抹一个洪仲秋都抹一个讲意外咯，啊都他为咯，啥物碗糕拢讲到迄落唔知影，啥个即马为有史以来发生这个军中的迄落自杀也好，被自杀被意外被什么的这一些，倒一个有找到真相。
就敢那迄落江国庆啦，江国庆嘛是费尽所有的人的迄落零啊六甲因老爸的性命安尼赔落，到尾站尾站。哦，歹算啊！我即马一时半阵，到尾站尾站，才知影讲哦，真相就是安怎安尼。对啊。啊，即马你蔡学良的真相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恁讲啊。迄是我家己的囝啦。嗯。那蔡先生是我的囝啦。嗯。我的真相一直找无到的时阵，无可能袂心疼。对啦，我想唔甘的是，我这个蔡学良是真乖、真好个囡仔吼，啊来安尼吼，吼被迫安尼离开这个世间啦。啊，我对啦，就是讲蔡学良，让伊袂当讲瞑目而去啦，吼离开这个已经肉体已经离开啊，但是你让伊个灵魂伫遐，目睭金曲国伫遐看国风波遐个人啦，吼、咱今仔咱来讲真相找转来了后。事后再来说事后的事情，第一真相两字。啊，你看洪仲秋这伊含真相嘛唔好伊。嗯嘛。啊，即马说偌讲个伊家己身体无好。亲亲蔡官讲讲个，然后高大成话伊嘛陪同因去验尸的时阵嘛看甲足清楚个，迄、明明就是去予人安尼，家伊行业甲拍啊，甲啊甲安尼整起来，规个安尼内底规个拢碌碌碌啊安尼，迄个毋是一般的中暑，伊嘛硬要死安尼甲乱过安尼，硬甲吵吵到安尼。是啊，过多。所以讲哦，这个啊，咱有史以来伫个这个军中哦，被自杀、被意外死于非命、逃亡失踪，这样的人的真相，就敢若讲江国庆这个真相嘛无完全呢。伊这真相找到了后，讲要赔一亿，即马一亿嘛半空中伫遐赔啦。但因老母讲，我一个老人家，我嘛无需要。对啊，第一亿要创啥？是啊，伊嘛无需要，伊嘛摕袂到，嘛无啦吼。啊，因遐呢，领到的钱，领几啊千万退休金，伫咧中国咧将军村伫遐咧享受啦。吼，啊是。讲到这点吼，有济啊，歹势我甲伊打岔一下。PTT 内底啦，批评讲我蔡妈妈今日找蔡先生的真相，也是为着利益啦。嗯，什么利益？啊，我即摆是讲迄个人吼，头壳唔知有歹，啊，若利益啊无安尼啦吼，则是若是有利益会当要一个囡仔家己囝性命吼，请迄个人徛出来讲，看伊爱偌济，因个囝性命我会当加买无？我若会当加买，请伊开出一个条件，看偌济利益伊会当接受我加买，安敢好？迄实在真正无天良的国家，所以讲，蔡妈妈来讲哦，即个妖魔鬼怪啦，即个就是国防部吼，你家想啦，这个到迄落咱安尼家整个安尼家用迄落逻辑家想，就是讲，即摆国防部对你下令无法的，你即边拢有动作啊，伊只好用迄落散播谣言来消你的迄落志气。来消你的心，来伤你的心，来让你安尼志气被他磨掉了，安尼到最后你败给他了。啊，反正他是国家机器嘛，啊，我着安尼过，啊，逐个月领几十万、几百万，啊，即马若退休时间一个到，啊，我着几千万领着，我共款走来中国。对啊，我即马发觉讲吼，咱即个国防部食饱用用，无战争，因就是即马来开始拢训练，看要安怎来如何对抗遮个军中受害家属吼的后部。伊即马伊就是要我精神上的折磨，来甲我磨，无甲我样起笑袂吼，啊无，伊已经甲我囝害哦死了啊吼。来，伊即马想尽办法，看要安那来磨我，磨我看会当起笑，看会当拜，吼啊总安尼放下去无，莫阁甲因乱啊，莫阁甲因促啊，安尼，吼，这个是咱的 BP 的政府 ，BP 的国军的，吼，我今日大家讲国军的你安尼，恁拢做表面的，恁伊电视台讲啥物，恁四界拢共讲，恁拢总咧甲我合作。你合作的什么？恁家通甲讲白出话，哈！恁问我一个人，迄个叫做敖，就是叫做敖合作啊。嘿啊，一个姓陈的，迄个妈妈，一个姓李的，一个姓陈的，甲我讲，伊讲伊三顿拢送便当去互你食，所以讲我去问你讲，你伊敢有影三顿拢送便当互你食？有啊，哪会无啊？我欲因哪会无送？有送啦，哪会无送？啊，就送甲亲，情不甘，情不愿呐。好，啊，我甲你讲啦。
阮若平均就对啊，较久来外口趁的吼，看要食五十个便当嘛有才调。阮敢若爱去遐食你一个便当吗？嗯，哈，啊，搁倒转来伊遐便当，我嘛拢送人食，拢送遐支持食的人食，嘛毋是我蔡妈妈食去，我去遐我那食会落。对啊，我坐遐那食会落。咱嘛毋敢食啦。我今日迄段时间坐倒来遐对无吼？我坦白讲啦，我那胃口。啊！着遐个可怜的，看心人要行过，无饭人好食，我来分因食食咧。反正咱个国家着对啊，因废个佫比食便当佫较济。啊，我拄啊互遐个无饭人好食人，互因食拄啊好尔尔。对对，吓啊！所以讲蔡姐娘个代志，记者甲你问，啊，着、就是讲眼前着是安尼嘛。台东遐嘛是他之案，嘛是，你看洪仲秋，靠偌久啊，从来毋创我出庭。嘿，洪仲秋即件代志已经到法庭啊，啊，着甲你判甲安尼要笑死人，两个月薪水着解决啦。啊，你迄他之案也无爱叫你出庭，靠偌久啊？我嘛搁甲伊写检举函去安尼，伊嘛甲我回检回我的函哦，用公函甲我回哦，讲吼、哦、啊，他在准备了，在吼。哦什么收集资料就会进行开庭，安怎安尼？一个资料，到即马已经经过三四个月啊，还阁无在调查，迄未收过函吗？到底是安怎做？检察官我嘛是拢无。卖甲唔尔啦，要做甲唔做啦，唔做安尼尔啦。伊即马伊着要保护因啊，国防部指定的法医。吼、哦，因做诶迄、那个迄款诶迄落错误诶迄个开的那个假诶迄款诶诊断证明书，敢若洪仲秋这伊所有诶依据拢是迄个司法医底下在乌白讲诶，拄只迄个高大成法医嘛是讲，伊讲这就是球员兼裁判啊判出来的结果，你们也相信？對 啊你说给谁听呢、喔？人迄个高大成法医是诈动的一个法医呢，是即记的呢，安尼记的呢。伊迄是受过日本的教育，迄是非常有一个一个正义的精神的一个法医呢。顶真的，迄个认真的法医啦。人迄学术偌好的一个法医呢，会当互因凊彩共讲到变尾啊，变啊，后人甲讲伊是艺人法医，伊讲对毋对？安侮辱人。对啊，吼，那为着这百姓发声的人，拢变成艺人法医啦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若是替国防部做代志的遐吼，迄种叫做，迄叫做公权力的法医啦。是啊，所以讲，你看，经过蔡学良命案，嘛是死在法医的手头。第二遍，就是死在法医的手头。对对。洪仲秋的命嘛是。第一个命案，是凶手的手头。手头，第二个就是死在司法医的手头。是，对，是迄个法医，佮继续佮冠上一个罪名，安尼。系啊，是啊，啊，所以讲哦，我感觉讲啊，咱啊全国的咱的海内外乡亲时代，咱啊针对讲今仔日吼，咱看到洪仲秋的这个啊命案的判决，啊，互人感觉讲啊。真不可思议的代志啦，吼！啊，毋过这嘛是咱从以早吼，我都有捌甲这个洪舅舅讲吼，讲啊，你敢知影你这个啊，洪这个洪仲秋的命案，为军法甲你拨过迄边去啊？虽然讲看起来是成功，嘛是应该爱做，但是恁是去互斗去啊！我讲军中吼，伊绝对无可能将直接的证据提供予迄个地方法院啦。伊军中来提，伊若会提去予这个地方法院哦，伊就毋是叫国民党的这个国防部啊啦。迄饲偌济法律人，专门咧对抗这个百姓，伊哪有可能一个法律人？伊会甲因真真正正的证据摕出去，予司法的法官来甲伊判罪。是啊。伊安怎暗嘛要安怎要砍？对啊。伊无非调查处理。所以讲，你讲叫迄几个啊，迄个菜鸟的那个小家人啊的法官讲要安怎判？啊，伊都无证据，你要叫伊安怎判？伊无直接的证据，你要叫伊判偌重啦？请教咧啦，没办法啦，这个证据拢伫个。掌握伫咧军中内底啦，所以讲，咱要行的这条路还佫介远啦。
吼，咱即下咱来讲即个蔡学良的诶即件代志嘛吼，啊，代志发生到即马安尼，啊，咱应该拍拼拍拼过啊，应该认真诶啊，认真过啊吼，啊，即马拢停顿伫诶遐对无？对，拢停顿啊。哎呀，阮即个件案件，我咧伫想讲，人迄洪仲秋已经25万的人徛出来安尼解消停啦吼，啊，阮这啦。阮这行到底，拢家己一个人行啦。是啊。人哪有要插阮啊？咱这个，咱这个。即马这样一个旗帜哦，25万人行出来，又搁如何咧？对。你有感觉即马迄25万人敢那白痴啦？没啦。你。没啦，白痴啦。上大不了对无？今年度咱要选举啊。系。这25万的人，看伊去当票无？这才是重点。嗯。吼，咱个。咱的迄个吼，又搁转互国民党咧。其实，阮讲真诶啦，刘姐，嗯，刘台主，刘主持，以咱这个世界，即马目前来就对啊。嗯，阮绝对是，遮所有25万的人，无人一个分党派。我咧讲国民党还是民进党，嗯，吼，对一个人有咧做代志，人会投予伊，绝对袂讲要投予啥物党派。即摆是大家软啊，投予恁遮什么任何对一个党派拢无咧做代志。对，即下脚酸手软无在条投，这才是真正严重。即摆来今年度25万的人加就街头，咱的政府竟然是无重视。即摆来阮遮的人，佫发动出来是30万的人加就街头，吼。即摆来以后要选举的时阵，你甲看遮30万人有要台出来。订票无？嗯，你甲看会闹开死去袂？即马阮无咧分党派，嗯，因为毋是国民党的囡仔袂死尔，吼、哦，嘛毋是甲死个拢民进党的囡仔尔，无可能，吼、哦。国民党的囡仔嘛会死，民进党的囡仔嘛会死。嗯，咱即马是看国民党对一个的立委，对一个议员有出来做代志，对一个人。嗯真真正正在做代志，来民进党诶，对一个敢出声，对一个敢拍拼，敢为民出力出声，当然顿配合因。毋过即摆只逐人摕着官拢惊死，拢有利益，只要利益来甲担落去，不管人讲哦立委有利益就委下去，安尼你要叫如何叫人民徛出来顿配合恁？嗯、我讲诶敢无事实？今年搁要选市长，你甲看。这人有气力站出来选市长无？咱着爱看什么人替这人民发声，什么人吼，着、哦、绝对体会着站出来，当票予伊。看是倒一个，这个立法委员也是县议员啦，哈，也是讲代表，反正是爱选票的人哈。伊、嗯、是看伊是出来作秀的。出来卖翠花，出来收挂条啊买，也是讲真真正正出来啊，替人民啊，替这个啊弱势者落去出声，落去讲话，真真正正的这个安尼。所以讲，迄天柯妈妈伊来嘛，伊讲吼，我无欲则刚啦。我要要求，我要看，伊讲伊真名真姓拢总拼啦。伊讲选举的时阵吼，请早定做啦。嘿，就是安尼，你嘛同款有迄款的心情，我嘛迄个心情啊，深深去感受到这个心情。嗯，因为太侪，哦，拢要作秀的。对，今仔日蔡学良的命案，你等候伊伫个遐已经荒废5冬啊，5冬完全无要进行，放予这个一个蔡学良的妈妈。伊这个小女人安尼，吼，一个两脚查某人，有迄款的勇气安尼，国际上也好，啊，伫是讲哦，伊毋是讲读讲大学毕业以上法律系毕业的呢，伫看迄落法医的册，迄偌深呢，安尼，就予伊一个人伫遐咧，伫默默受，伫遐咧熬，安尼，伫遐咧抱着迄个破碎的心，迄落占得位的心，安尼伫为家己的囝伫遐要找真相两字。啊，结果你看，民进党40几个这个啊立法委员，敢无讲几个啊讲打出来专程甲你陪同，那安尼5冬外来，哪会讲短点点？
那会放个点点伫遐，啊，都久久啊，倒一个补一个啦。无啦，久久啊，倒一个补一个。啊，就安尼啦，咱个立位吼，官真大，啊，大家高高在上啦，吼。咱去爱求。嘿，咱就爱去遐求，爱去遐拜托，爱甲跪啦，吼。啊，即马，母甲即马尾后，我猜妈妈也无爱求啊。啊，无爱求啊，话人嘛讲嘛批评我，讲哦，你猜妈妈吼，你要帮，你要要求人来帮忙吼，拢该先求应该。立委是咱选出来，本来是应该啊。我选一张票给你，我搁甲你助选，搁甲你捐钱。啊，你即马得到阮的票，你当选了后，你一票搁有80块通啊领，你搁会当做官，荣华富贵。啊，你看恁兜敢无讲你有做立委，甲无做立委，敢无差别？啊，你今仔讲这落话，啊，就枉费咱咧甲当票啊。哦，啊，好啦，安尼啦，搁来啦。要票得较早讲的啦，咱得爱学讲妈妈讲的啦。要票你着较早讲的啦，安尼啦。其实，大家啦，讲到当票啦吼，这是叫民主国家的行为啦。唔只予咱选举权，结果咱今仔日咱台湾足悲哀足可怜。哦，看民主是假民主，事实事实是真正无民主。一切只要票啦，是转去互因了，对无？一切所有掌权在因政府的手头，这是吼。啊，即马都伫遮的世界。转票互伊了后呢，啊，着遐的迄个得着票的人，做着无论你是县长也好，无论你是县市长也好，无论你是立法委员，啊，啥物员来讲，啊，伊着内底咧黑箱作业，伫遐在震动纷争安尼，伫遐在迄落安尼。伫遐在落迄落落迄落利益安尼，啊，所以讲咱台较安怎讲，咱拢输啦，吼、哦，咱这落弱势者拢输啦。啊，咱希望讲啊，蔡妈妈吼，啊，你也不要气馁啦，总是啦吼、哦，有一天啦，天会目睭会开啦吼、哦，啊会出现真侪贵人哦，甲你安排迄落蔡学良的那个灵魂哦，拢会守佑着你吼、哦，啊会甲你安排一寡人会挖来你的身边，啊，甲你斗三工，互咱蔡学良的迄个真相吼，早一日吼会当开开了，啊，互蔡学良会当讲啊，明目可以安心的走安尼，对啊，你心肝头都放下这个啊无，那迄开吼，迄个真相无吹出来。永远伫个迄北溪安尼平调个，迄死嘛无嘛白调嘞。对，嘿，啊，所以讲啊，已经遮尼暗嘛，啊，你今仔日已经超过24点钟拢无休困啊吼，啊，咱安尼诶，暂时做一阶段落啦吼，啊，你搁要补充啥无？嘛无啦，嘿，就干呐，互有咱遮吼海内外朋友吼，今仔有听到我所讲个遮话，咱大家就按较支持嘞。为着咱台湾囡仔吼，来按坚持即个吼生命的延长性，唔通话咱20岁。周记这个土匪集团袂当搁伫军中清清菜菜算断咱的囡仔的生命。自从迄个洪仲秋命案了，到即马搁发生6个即种的类似的损失命案的时阵，即马拢完全拢无得报，唔敢报出来，唔敢回报，市调的就对啦。无啦，市调是市调的啊，啊，搁买啊吼，大家精神上吼，气力上也无够，所以讲也无伊家搁甲因特地关心啦，对啦，吼，啊，搁这以后，嘿，这以后大家爱搁继续加强啦，是，啊，唯一的是吼，我感觉咱的政府拢唔对的所在的是，逐摆吼，若死一个囡仔去，就是用钱要去买一个囡仔的性命，就改先赔钱。赔钱吼，就当赔钱啦，就当赔一个囡仔迄落会死啊。咱爱嘞，敢真正是钱吗？敢毋是真正真相吗？咱是爱讲，你做毋着代志的人，你坦然出来讲回事嘞，来面对，我拢会当选择原谅你。交代讲这代志，确实就是安怎吼，啊，保证讲后边吼，军中袂当搁予伊容允即款的代志发生。你勇于认错就是就。
只要人要是勇于认错、嗯嗯、他就能够阻止以后继续悲剧再发生。这是贺子。再来就是说应该判刑的你就给他判刑、嗯、不应该判刑的你就不能。你要让他怕。你就不能给他当作这个是疑问都杀杀给他。对。这样你不能站起来枪拿一些吼别人的对吗他孩子死不了、嗯、来做你的挡箭牌来做你的替死鬼。嗯、不能用这款行为来做。洪仲秋案内底足清楚个啊，对啊对啊，足侪替死鬼，啊、我足是要讲，咱毋是法官啦，啊无啊、嗯，我若法官，我来开始点名互恁听。嗯，对啊，吼啊，所以讲到遮，咱希望讲，即、这个洪舅舅、洪姐姐、甲洪爸爸、洪妈妈吼，坚持哦，甲咱社会力量吼，搁来上诉、嗯，啊，搁再一遍呢，即、这个白衫军走上街头，啊，明仔载就是即个反。迄啰反核大游行嘛吼，诶啊诶，安尼主题是啊吼，啊无爱讲，即呐迄个核能参与日本安尼一个爆炸呢吼，迄毋是讲死一个两个尔吼，啊比迄啰毋知要偌济，尤其咱台湾的病院无在调来即个收容着迄个互迄个核能爆炸以后。污染到的，无在调啊！对对对，啊，搁有吼，刘姐，嗯，哦，歹势，叔啊，在遮顺续甲恁讲者，替咱台湾人拍一下广告咧。咱台湾哦，嗯，已经搁有人研发出吼，即、這个 ICLED 灯、嗯，通常一早咱即摆早前咱所点、嗯、所导的人的电火，全部拢是大陆进口入来。嗯，啊，咱即摆有一个吼，是咱台湾家己是吼。嗯延伸出来的东西，研发出来的东西、嗯、你如果你家的电费像你这顶管这电工这、嗯、一个月如果是吃那吃100块的电池现在可以升到剩30块不是70%、嗯、现在刚好出来的东西而已、嗯、我的叔叔都要给你们大家人报告一下、嗯啊、如果有需要可以来找刘姐来刘姐家啊来探来问吼、嗯，啊，这个信息我等下甲讲互刘姐恁听吼。哎、欸，这个到我都去缓和，我们要缓和，我们省了没、就是、都要做，减少那个耗电量的东西啦。嗯、对，好啊，咱都其实哦，咱的电哦，拢了起较济，搁用起的啦。啊，每一个家庭拢需要用到电啦、嗯，对啊，咱必须要吼，搁爱省电。啊，因为政府讲的啊，啊，恁拢叫我要缓和，要缓和。啊！恁拢电拢食遐尔啊凶，啊！甲要烦恼，啊！若电都无够啊，安怎样？吼、嗯！所以咱家己基本，咱爱为咱家己每一个家己做起。咱为着咱的荷包节省吼，就是有这个 LED 灯吼，啊，软软台湾的多出来。嘿，啊，足光的，吼，啊，家己研发的。搁袂破去哦。嘿。你着甲等咧涂骹嘛，免惊会破去。啊，若按一般的电火泡啊，这食电烧的，卜就会破去啊。啊，大陆入来迄嘛，卜一个破去啊。吼，这个是我今仔日拄好。雄雄啊，你拄仔咧讲着缓和，我再去收着，啊，我顺续甲恁讲起来，哦，嘛无完全收，讲要来甲恁讲做这，雄雄去收着，啊，讲一个，这嘛是人报我，啊，我今日才报哦，海外我朋友。我迄天搁去看到一个迄落，伊个迄落，电迄落电费钱个迄落收据啊，哦，你嘛有看到哈？哦，安尼差，哇，啊差遮济。哦，啊！伊本来一个月下迄落爱纳迄落万几块，一万七千几块嘛，吼、啊。啊，尾啊讲到纳三分之一，三千六百几块、嗯。对啊，对啊。我拄啊两个月拄啊省七千一百几块啦。对啊，嘿、哦、啊，所以讲我就感觉讲咱台湾人的企业，台湾人家己。发明的，哎，咱台湾人足巧呢，伫世界各国哦，拢逐年拢去摕迄落金头脑奖呢，啊，结果。摕回来了后，就摕回来啊！啊，咱这也无要继续甲伊发扬光大。按台湾人头壳足好哦，嗯、我阁有去熟识到一个钟先生，哦，伊是发明呐、啊，发明那个火力发电的，他微微和风就可以发电了，他就可以储存量都落去内底。哎，不过咱的国家伊有去找咱的政府，找一寡要甲伊合作，因为伊无资金，无法度去做，无得起这個。伊若起一个这一座这个电，这个迄落，我拄仔讲这个。这个风力发电的对哇、嗯，它的风力发电不是像你们一般看到那个沙基时代的哦，伊是一个座，啊内底有一个时代，按照，吼、嗯哦，你不管风台安怎样，如风台愈大，或者伊发电出来诶，蓄电力越强，风越大，蓄电力就越强，微微风也可以蓄电哦。嗯嗯、但是就是因为资金不足，无在调发挥，唔过咧政府无要甲伊。无要甲伊吼发扬光大，无要甲伊支持。结果你敢知影？即卖人迄大陆啊、外国啊、其他拢甲伊买即个权利去咧甲咧发啦。
系啊，唔过咱台湾政府是唔做。啊，着目睭金金人上当啊！咱台湾政府是唔做。带电着是上惊爱讲人省电啦，安怎啦？哦，你旅游啊，我来当。哎，带走因的荷包啊！伊这所有，因即摆即种遮人的每一人荷包啊！哎，啊，无是安怎？迄个林顺文，因老爸连战掉，是啊，做一个官，伊发多存遐尔济财产啦。对啊，四条呢。拜托嘞，做一个官有遮好赚哦！啊，你林顺文，哎，你林顺文要出来做市长，要出来选市长吼？啊，你若选到即款人，咱讲一句真的啦，伊到有法多徛在咱这六家的。会较多替咱想，我嘛足怀疑的呢。伊即摆咧讲吼，伊即摆咧讲，伊毋知像迄个讲我管到底迄个共款无，甲出一支嘴讲的无。咱嘛足怀疑的呢。这拢差不多啦，反正因咧中国人拢。啊，咱若要阁继续选吼，大家目睭也闭落较紧的啦，唔茫阁互骗去啊啦。系啦，好，安尼感谢各位收看吼。啊，你若迄落搭加联络，啊，咱凤凰网络电视顶管拢有我的迄落电话联络住址、email 啦吼，我的 Facebook， 啊，我的手机啊，我的厝内电话拢总有啦吼。啊，伫个遮也感谢咱蔡学良妈妈吼，啊，你心头该放互较轻的吼，你才有气力为着咱台湾的囡仔。阻止台湾的囡仔继续，搁予国防部来给伊残害，安尼，予伊算长死，安尼吼，感谢各位，感谢，谢谢。